BTS 在全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经纪公司 HYBE 娱乐自从成为上市公司后，经营方针屡屡遭到粉丝质疑。近日有韩媒报道 BTS 成员本身对某些企划感到负担，将于明年1月正式公开的新企划是以 BTS 成员真人形象为基底的漫画，甚至花费了足足一年的时间和成员沟通交涉，最后才说服他们勉为其难同意制作。此外，成员们其实对很多企划颇有微词，因为对各自形象产生的影响及效果感到非常负担。该报道曝光后登上论坛热搜第一名，引来大批网友及粉丝讨论。不少人质疑花一年说服成员到底是说服还是强迫，为什么不让 BTS 专注在歌手事业？种种不满的声浪正在逐渐扩大。